来，请现任上人母敬老庙天明，弥勒祖师方慈大愿慈悲，以及咱无极宏愿天明圣人宫邦桥道场、咱台南道场、屏东道场、彰化道场，诸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吉祥，以及咱 FB、YouTube 正诸山中路真贤道友，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南无弥勒佛，请放掌。咱邦桥正的道亲，大家午安吼。今仔是师在咱邦桥这个主持共修的这个日子吼。师因为即摆吼，因为彰化道场开始伫咧这个试营运的共修吼。所谓试营运，就是讲咱遐还未正式安做吼，因咱的金尊迄种大尊呢，需要一点时间，可能最快也要到农历的明年的农历的三月左右才可能。预计我们就3月18，但是还是要看他最近，因为大陆现在航班的问题也有很多问题，可能我们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在农历的3月18号。那因为我们那边的设备都已经完整，所以我们就从板桥有请一些新人可以在这试营运共修，目前状况都非常的顺畅，非常顺畅，所以师傅都会比较忙，所以比较忙。所以说我们这边各位道亲，如果师父共修完以后，这边道场可能就是会交给彭玉春他们去整个处理这边的，共修完以后的任何一个，工作，所以请大家能够配合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进入讲三宝心法，性命双修，体用自行，各位道亲，性灵宫的三宝，确实是。殊胜，马云讲是行过以来的一个殊胜的这个心法，所以行过以来殊胜的心法，就是讲过去对咱的古圣人一直跟咱现代的一挂任何一个宗教在传道的时阵，其实拢爱有这个法门来在传道，有在传道啊，比如讲。佛教伊嘛是有这三皈依，嘛是叫做皈依三宝。一贯道哦，嘛是有在叫你传这个观、觉、应哈，现观、佛号，啊，过来就是通天手印，伊嘛是称为三宝。你去这个基督教，伊嘛是跟你讲，信耶稣者得永生，但是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受洗。受洗，受洗就是也是等于皈依的意思。你去基督教嘛，不是讲你去啊做礼拜就好了。其实他们也是要经过受洗。这个为什么师父那么清楚？因为师父之前就有讲过我的故事哈，就是有时候师父那时候有时候被考验的时候去卖那个七星的烟，到一家那个超商的时候，那个店长都不给我禁烟，说如果我不跟他去。教会他就不给我进，每一次我回去都被经理骂。后来呢，为了应付他，就跟他去教会。所以师父就知道，去的时候他就分一套那个休闲服给你穿。然后穿完以后呢，牧师就会叫你去一个好像我们那个浴缸的池这样子，叫你闭着气，躺下去，上起来就给你开始念念主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始这样就给你受洗。这个师父也曾经。已过，所以师父在讲，基督教也有受洗，受洗其实也是皈依。那我们道教，其实你拜三清道祖的，也是有些也是有在做皈依。那道教的皈依就有些就不一样哈，像有些是正式的开文拜师，有些是。用像无形的拜师而已。不过其实从基督教的受洗，他们就说当你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其实他告诉你的是你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其实你去的地方就是天父耶稣的国度，那可以这个讲净土。你在一贯道，你说你求三宝以后，你可以通过这个三观九曲了，可以通达无极离天弥勒净土。
那你在佛教，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皈依释迦牟尼佛，你就是修禅宗。那皈依净宗，就是皈依这个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也是有净土。那我们道教，其实有很多你在皈依，看起来就是很多是赋予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啊一个净土啊。比如说我们最近，我们道场有很多道亲以前在别的道宗庙皈依，我跟他问起来，都是皈依要几十万，但是皈依以后是怎么皈依？听起来都是啊叫你买一套衣服，或者买一个什么，啊就算皈依了，或者开一个文就皈依了，也没有告诉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净土或者法统。那这种修行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是问题非常大，尤其是这些灵山界的。释迦牟尼也说，众生的修行必须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寻找名师或者一门深入。这个是释迦牟尼有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一句话。那这个一门深入就是叫我们要能够怎么样寻找一个对的法门跟净土来修。那这个法门一定是要透过名师才能够传出来。比如说我们圣严公是最开始是瑶池金母来建立道场。那在台湾全省瑶池金母道场不是只有圣严公有。不是只有圣严公有。甚至有些是大庙。我们如果要比金尊，那我们真的是人家太惨了。不过如果讲三宝的话，那我们连佛教徒一贯道的点传师，连一些大庙的主持，甚至最近师父也皈依到一些宗庙的主委的家人，都去我们屏东道场皈依。这表示我们的三宝心法有净土真实，比你在那边跑灵山也不知道修什么东西。他可以在一个大庙当一个主委，那相当尊敬你也不错，对不对？那为什么那间庙大庙那么，而且那个庙是拜先天五路，五路你知道吗？五路就是这个黄地，这个北方赤地，南方这个南方这个会地赤井水，西方的神这个妖地金庙，东方木工老祖，这个五祖是比五庙级数还更高，这金庙拜到那么高了，也不知道在修行，是不是？各位道亲，所以是庙神大尊，就代表有净土嘛。你也像咱遮过去有滴什么道院，我迄嘛甲咱差不多平大尊，迄年上人啦。较大金尊较大尊，那神是平大啦。金尊较大尊，神是平大。但是有法度安尼传无？无啦吼，就是买一领皈依，像咱最近有一寡外国来，皈依就是爱十万，迄时衫两万，都加起十二万。我即摆才较知影四年啊。哎呀，安尼啊，啊加起十二万。啊，十二万叫做啥？你若敢问我，你叫做啥？叫你家己爱五。啊！我甲因开讲个，我就是只讲五无，你阁叫我五。啊，所以听到师父讲个，讲安尼修学个时，来甲师父问师父，拢一句个点判着啥？伊讲，即安尼就爱找名师，毋是家己五。啊，所以咱释迦就甲恁讲，无法众生修道爱得寻找名师，为什么咱阁遐尼戆，阁伫遐咧对遐灵山苦苦撞？对吧？你看，起家起叫你家己五，要五啊东西啊！你若家己五师傅，我恁做啊，是毋是啊？太在我底下句，爱听好无？啊，你今日是一个宫廷的主持，还是宫廷的宫主？你不就是咧害死人吗？所讲的害死人是害死众生的灵魂堕落啊，是毋是啊？是。这
无罪吗？敢无罪？罪足重啊！释迦牟尼讲，第一门前生道多，就是你讲，这五人弟子的修行者，误人弟子的修行者，这样跟你讲，生意这个第一门前生道多啊！各位道亲听了这句话，恁敢未惊吗？会惊未惊？会惊，咱都要注意。咱是修行者，咱有责任嘛，对哦。咱起家起时，搞不好咱共修行好去，搞不好小王介绍好去，人对咱有信心，才相信咱。咱起家讲咱王母娘，起家讲咱观世音，讲侪人大家都好歹拢无分，都甲伊听落，是毋是？安尼敢对？那师父，按我迄个观世音来讲，母娘来讲，甲我无关系，错了。真正观世音甲母娘绝对袂安尼讲，你爱相信师父的话。那都是你的祖先，啊，若无就是一寡邪魔外道来假母娘，都是一贯都讲假祖师、假佛祖。若是真正得到观世音，真正得到母娘，无可能落来袂晓讲道，嘛唔袂晓讲净土的道，无可能的代志。那像咱青莲宫，我嘛是信母娘，啥人母娘，我都甲因这条路。我的路唔是去求什么名师来的，是老母娘甲我教的。咱的三宝若无嘛，那嘛是老母娘来讲的，是啊，咱青莲宫我都讲安尼。就表示咱的圣人讲，老母是天先天道。如果你念那是真正先天道，你唔免烦恼，你行袂出来。啊，你若家己一直行袂出来，你都爱注意，你念绝对唔是先天道。这你家己来小心啊！那唔是先天道，进三级目劫已经到啊，找名师较紧，唔通搁第二个。第二个你是浪费时间，除了耽误你自己以外，你搁去耽误别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咱来注意下面。所以，咱今天有三宝来讲性命相修。真侪人求道了，拢真认真修，对吧？为着这个要来往生西方净土，还是要来往生弥勒净土，还是要来往生这个无极乐天，还是要来往生啊这个耶稣基督？大家是不是都很用心的修？我教圣人都很认真的修，是不是？但是修的讲是在修什么？讲是在修我们的自性，让我们这个自性可以清净解脱。这个修性，这个命就是在修我们的体跟修我们的这个用，修这个用，用就是说这个命就是要有，要有作用，要有动作，所以要有自性，要有自性。所以讲是修这个体，灵体就是咱的灵性。这个德就是咧修咱这个行为，你爱有动作，爱有行为。所以呢，咱在修行内底的时阵，除了来遮求道以外的时阵，咱爱认真修道、学道，过来爱认真啊呐，去道中修道。所以你讲，阮都含万道种，啊，像你讲讲，唔捌阁袂使学白讲讲，安尼要安那道种哦。那你那你较早的科技无进步的时阵，确实拄到这个问题，恁都真困扰。因为释迦牟尼讲，咱爱自觉才会当觉他，是毋是啊？恁爱自觉才会觉他，佮既然爱自觉觉他，就是表示恁爱修到恁真正捌才通去讲讲啊，敢毋是安尼？对无？啊，安尼的时阵，若要叫恁去度众生，其实对恁来讲是非常的困难的。若要达到这个条件，有困难无？恁真正要像师父这边来，其实恁无几个啦，是不是啊？啊，安尼事，阮拢唔捌，所以阮拢免度众生，唔是吼、哦？所以呢，咱修行要符合社会甲环境，要符合现今。现在你来看，佛法的众生，大家都在生活中在打滚、哦、所以呢，对修行要讲做精进，其实都有困难，都有困难。多工废体要转在家修，这书顶面讲过了，要把修道融入在生活中，但是咱要把多工废体转入在家修，这就是多工在生活中，这就是叫咱生活嘛爱顾，道嘛爱修，就是半性半人，半性半现的修行，
半信半疑的修行，就是讲爱一半信事，一半凡事，安尼咧修行。一半信事，一半凡事咧修行。但是佛祖甲恁讲，咱爱自觉才能觉他。安尼时阵，咱这个半信的工课要如何做起来？除了对咱家己日常的生活控制家己的行为以外，但是佛祖个人讲，度人功德第一。咱若无要像佛祖讲，我自觉觉他。咱只系当度人，咱个个明明个甲咱讲度人功德第一，咱个未使无认真度，因为要等到我自觉觉他的时阵，搞不好我已经骨头打骨啊，是毋是？咱就无机会度众生啊，敢毋是啊？对无？安尼要如何是好？哦，所以讲，即卖呢，这个现今，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人性人讲嘛，对着时代。哦，嘛，把咱这个视频的这个传播嘛做起来，所以你要安那去度众生？所有影片有问题无？无问题，传出都绝对无问题嘛。安尼去耽误众生无？没。所以你看圣人讲，把所有的恁即马要修行遇到的困难甲问题，拢甲恁解决好。及这个环境修行好修无？第一。你若阿个无甲自觉个程度，但是如果佛祖甲恁讲度众生功德第一，咱若要甲这项做出来，咱就在无影响到人社团私密以外的时阵，咱个亲朋好友，咱就甲伊分享。你看咱今透过视频的分享，偌济人因为视频来入来咱圣人宫所有道场，愈来愈济，这就是分享。一只道亲的功德，圣人讲嘛，因为安尼不断的在壮大跟成长，这是不是都大家的功德？是吧？这就是性命相修，性命相修。第一，修行就是爱自觉，皈依佛就是觉的意思，皈依佛就是觉悟的意思，能够明心见性。明白一切宇宙真理，这就是皈依佛觉性的意思。皈依法就是爱正法，对法爱安那爱有了解正法，正知正见，学习正法，唔通学习一寡邪知邪见，或者学习一寡歪的物件。皈依正就是正的意思，正什么叫做正？清净的觉性，那才是正。那才是正，真正就是在说咱皈依者，咱要把咱的坏习惯改掉，让咱的这个自性可以回归清净。所以皈依叫做怎么样？归向正途，也可以叫做反邪归正的意思。基督教的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把你过去的罪业，透过圣水把你给洗净。其实这个是一个表面功夫，后面每一个礼拜叫你要去参加啊这个教会的聚会，目的就是让你去参与，就叫做用，是吧？一贯道你去求一三宝了的时阵，伊叫你爱去听课无？去听课时，伊有甲你讲叫你爱度众生去求道无？是毋是？所以，每一个宗教对求道了后壁爱工作爱做无？求道毋是得道，爱注意，是互你求到一条，你要安怎修，还是找到你灵魂故乡的路而已。但是这条路你要安怎行透？你要去学习无？哎呀，免！哎，你无去学习，虽然你求道，我甲你讲，两里红路，你真该点落。你安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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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到高雄啊！结果你坐到台中，怎啊个坐完头都转来？太奇怪！我那三，人我听阮朋友讲，到高雄三点半钟、四点钟就到。我太会使二点、二十几点钟，我坐转来台北。这是什么意思？你知影无？
你敢若找到一半路呢？迄半路行头，你着搁洗完头啊，依然找无路。所以这条路，咱爱透过修道了后先去家己认识无？哎呀，免！你家己行过的路，你都会熟悉嘛？是毋是啊？哦，你也看，恁即摆若靠个导航，恁若去装卡导航的，你就知。哦，你明明安尼越过两分钟就到，甲你坐三点钟。我输了，不去看一届。哦，啊，你也看，是毋是啊？啊，恁若毋知路时阵，有当时就去看你两无事。啊，恁若知路咧，袂啊？是毋是？所以咱求道，就是找到要回去咱灵魂故乡的路。但是这条路，咱要透过学习去家认识，去家了解无？对。是啊，即马修道是啥物法门较好？咱的三宝是咪着净土？是啊，人个佛教咧念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敢毋好？一贯道，弥勒祖师净土，一贯道弥勒净土，跟恁就等于同款，只是传的这个方法有一点啊无同而已。不过最后目标同款。啊，佛教咧，来，佛教同款无？注意听，六祖慧能讲：释迦种子绝中风，儒家顶悟正法通，三基木劫修因时。正心生意合中央，这句话，那要在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曾经跟阿难尊者讲过一句话。伊讲弥勒祖师，其实在阮在佛界时阵，染定慧就摕一支龙头怪，插在弥勒祖师的头前，讲龙头怪若开花，迄当阵。就是你要下凡跟大众生的时阵，弥勒祖师就问释迦佛，伊讲根据我甲你查起，你会比我较大生类，但是为什么龙头怪他会插在我的头前？释迦佛就讲，伊讲当我下凡应允的时阵，拢总有5个劫期。一个劫期拢总有500年。第一劫期就是我在世应允活佛在度众生的时阵，迄当阵的时涅槃最盛的时阵，就是讲家己靠伊的法门修行成就的上界最时阵，500年。第500年就是释迦牟尼涅槃了后，靠禅宗修行。成就圣道，也嘛非常济。伊讲这两个时期成就的足多，过来这两个时期过去了后，阵这个道都慢慢走入形式去啊。伊讲第二、第三个劫期嘛是同款500年。伊讲迄当阵的众生，那毋是念经。底下唱文理话，其实拢无咧修行啊。迄个嘛会500年。啊，各位释迦牟尼是咪甲因讲，佛教行到1000年以后，都已经慢慢进入佛法衰退期，都行入经路去啊。是毋是？哦，过来，伊讲。行对这新闻去了后，孙是毋是都已经佛法都无真正的修啊？是无？过来呢，伊讲第四个劫期呢，一众生拢提钱咧起庙呢。有影呢？各位啊，注意看无？全世界即摆提钱起庙，金碧辉煌的，比释迦牟尼第一时代搁较侪。释迦牟尼伊个有准无？
阿兰尊者听到这个所在时，就非常的烦恼。可释迦牟尼讲，安尼佛法不就是行到这期的时候，就差不多众生无得成就啊？伊讲是，伊讲到第五个五百年的时候，就是第五劫期。迄当阵的众生，迄当阵的世界是国国攻国，人斗人，就是讲国家甲国国家的斗争，人甲人咧打。迄当阵的佛法众生完全无相信佛法，所以佛法到迄个时阵走入末法。我阿兰尊者听到这，都非常的忧心。伊讲安尼。未来众生如何？伊讲，听到第五劫期的时阵，拄啊是我释迦佛，在即个五百年的第五劫期，拄啊两千五百年了的时阵，迄当阵弥勒祖师的头前迄支龙头盖就会开花啊。开花了的时阵，弥勒祖师将显化千百万亿的化身在人间来传道度众。迄当阵的众生。因为弥勒祖师的慈悲，甲伊的千百亿化身，拢是弥勒祖师的分身，拢是小弥勒，在这个人间传道大众。迄当阵的众生，唯一的路，就是叫做弥勒净土。这是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年前留下的经典。在《大藏经》这段就记得非常的清楚。释迦会分作五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以正法。相法、末法，但是伊拢总甲分作外口呐。第一就是佛在世时阵，第二就禅宗的时阵，第三就经路的时阵，第四起灭的时阵，第五就是末法了。真的是末法了，干毋是？你看过去，大家是毋是拢开钱咧起灭足多？你看外公卖讲，你看台湾头甲台湾尾是灭的，比。西门以来门较济啦，您敢无注意到？哦，咱台湾全省大经庙、小经庙，加加起来比西门较济。起啊济庙有意义无？敢有意义？你看恁遮赵灵山呢？你去大庙走啥？你嘛唔知咧走啥？恁去大庙拜拜拜啥？你嘛唔知？对啊。像咱都讲蔡培成师姐迄个去教会当来调情，去病院住三天啊，医生检查规个都无病，但是就袂惊咯。因遐人嘛知影讲出呢，就带去因啊，即北投遐妈祖庙，结果去嘛是无法哩啊。后尾到咱遮，你看，迄贵人都无出门，你无看，是毋是？安尼去大庙有效无？无，无法哩，是咧惊大庙咧惊咯。拢记咧回安哦，所以拢定开讲啦，拄到鬼陷阱的时阵，你才出来去看，真正庙有效无？看你啊，真正我都领到啥？看你真正我都会到啥？那无的时阵，你都唔好搁听落去，是毋是？真正要出来，互你度的时阵，你都无影度会行。我去，你讲你要四声，我要三万呢？你想讲有可能？有可能啊？无可能？所以修行人要有智行。什么叫做智行？就是咱的行为要有智慧，未使无智慧。恁过去还未圣人宫，无智慧就是因咱唔捌。但是恁来圣人宫，如果恁若是有皈依三宝，有接过圣人宫的教育，恁如果这个智行然后佫无得实践出来，安尼表示你心中的迷还佫无拍开。别过你心中这个迷，你还阁无放下。各位道亲，恁的圣人宫看到真济实证实例，难道无足以来使你对三宝有信心吗？恁看到真济人伫大庙灵山出代志来，甲咱道场皈依了好去，敢不足以证明恁行庙回灵是白忙一场吗？敢不足以证明？如果呢，足以证明，咱对咱三宝要有信心无？咱要达到性命双修，所谓性命双修，就是爱
体用并行。啊，家己努力个修好，因为多工火体转在加修。既然多工火体转在加修，嘛是弥勒祖师应允的时代来临，这对儒教一贯道，讲弥勒祖师掌天盘，将来有真济弥勒分身。什么叫做弥勒分身？全弥勒净土的主持全部拢是伊分身，这叫做千百分身，爱听无？只要全弥勒净土的这个主持人，全部拢是弥勒分身。伊讲未来有真侪小弥勒在人间，全弥勒净土，这是佛的预言，真系一贯道。全世界佛堂有济无？因所谓点传书咧传的是毋是弥勒净土？安尼因是毋是小弥勒？真道教咧行两外圣贤，若行了有着落诶，是毋是拢小弥勒？咱圣人讲者是毋是拢小弥勒？是无？是啊吼！真佛教伫咧传做我率天净土诶，遐是毋是拢小弥勒？所以我特别甲恁讲，真正咧佛教中。伫咧传弥勒净土诶，禅宗啊，才有咧传；烦恼是真正有修行诶人，才伫咧传弥勒净土。各位道亲，禅宗较好修，还是净土较好修？净土较好修，禅宗较歹修嘛吼。禅宗较歹修，修到有成就，竟然去弥勒净土，安尼难度比人较慢，应该毋是吼。这就是表示。已经在佛教中甲恁证明，禅宗是爱有修行，才修会到遐。所修的都是多率天念，比如讲虚云老和尚、白云老和尚、维觉老和尚，他们都是我们比较现代史能够了解一些禅宗大师。这都是印度释迦牟尼讲的第二期的禅宗修法的者，一只修行者。即卖在倒位？佛教讲多率天念，是毋是？这个事情的净土，咱爱有清楚，有了解无？有无？有的时候，咱对三宝，咱都爱更加有信心，爱更加有信心。各位道亲，古早人咧做艺，确实是拢真有意思。讲这个功是叫做体，这个功。各位注意看，这个功就是体，修咱的灵性，佛讲的主角角他，咱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就是觉悟的心，明心见性，对吧？皈依法要能够懂得正法、正知、正思、正知、正见，是不是？能够理解大道，是不是？皈依身要能够怎么？清净同理大众，简单讲来就是要能够摒除所有的惑业，让你的自性回归清净。所以求三宝意思不就是叫咱爱安那，爱修加这个体用体对吧？过来呢，这个德呢，就是用用。什么叫做用？用就是有行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功者修养自己，得则利益众生。释迦牟尼讲，功者自觉，得则觉他，是吧？这个用就是叫咱要有自省，自省就是讲，咱要去利益众生，咱一定要先自觉，才觉他，要做下面。人若无做，啥物拢无，无影讲你伫遐摇摇摆摆，都上天会赐啥予你？啊，若安尼输，一定输比恁较济，因为我做比恁较济嘛。啊，若无恁敢有可能，我遮认真做的人无输半项，啊，恁遮变遮贫惰少的人输到一半天，你敢想敢有可能？我嘛无嘛三四斤姜咧无用，啊，救遐济艰苦人，若无恁要输应该。
我嘛爱输比恁较侪才对啊，敢毋是安尼？啊，太我拢毋捌听到老母娘咧输啥？哦，我那毋捌听到母娘讲输五斤五方诶，互我，啊是搁输啥物互我？无，是毋是？啊，恁太拢输遐侪，恁毋知即北口有无形诶输过，毋知咱甲讲恁诶感觉未？输了诶时阵，你进步了啥物？你提升了什么？你阁会当做什么？这三项就好。你敢回答我这三项就好。输了后，你提升了什么？你会行什么？你做了什么？如果这三项拢无，咱是唔通阁卖落去。通阁卖落去唔通？阁卖落去就是你家己讲的啊。输家当然家己讲，是唔是？就咱老母娘讲的，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唔肯修。你唔是唔肯修，你是作骨来修，但是拢修了唔对路。咱应该甲老母娘讲，老母娘，千千明明白白一条路，唔是阮千千万万唔肯修，是因为上天明书上少，拢予咱千千万万拢修唔对路去。是不是啊？是吧？是。你看外口收唔到咯，人侪啊少无？你敢会使讲伊唔肯收？大家拢真肯收，是不是？但是佮收了唔到咯。所以佮伊修行这条路上，咱是不是要有智慧？咱要遵照释迦牟尼来交代无？要佛法众生要成就圣道，第一寻找名师，第二要一门深入，第三要有责任有义务的放下，就是多功夫的专在家修的意思，是不是？寻找名师，你这样我就得到真道了。今圣人讲，若无师尊在家，恁有法来得三宝？恁来拜母娘，去上山做会堂，比咱较大尊啦，无嘛比咱较久。啊，无去华莲圣严宫，较走较远嘞，是毋是？你去遐了滴啥？我了滴啥？去遐拜拜，倒来呢，是毋是？啊，若较贤通啊，讲无牛输三万，无要紧，输了我看你养做啥？等过你养做先，你再来甲我讲，我真正领着。你拢啥物拢袂晓做嘞？有也是输了真贤通。三个黑白做，那是真正，但是那种不是真正在做，那是在，那也在做啦，不过做什么你知道吗？作业。作业。为什么师父说作业？因为你没做又没做，你做都害众生对路，那不是做也没什么，是吧？各位要清楚吗？你看来我们圣人归最近，我们就圣人说现在三宝传了比较多，所以在视频上嘛，愈来愈啊，得到大众的肯定。所以你看，真侪在外口，伫遐安尼开钱开价，人啊出嘴就唬人，结果医病嘛无好，救道嘛救家己误的。你看偌济，是毋是？安尼有五种心啊无？有啊无？这事咧真奇怪。啊，迄嘛母娘呢？迄嘛菩萨呢？是毋是？所以常常我师父讲，那真正母娘袂安尼做，真正菩萨嘛袂安尼做，安清楚无？这都是释迦佛在世的时阵，阿修罗来考道的时阵，甲释迦佛讲，伊讲因为无法众生，因为贪嗔痴动。所以大家拢求这个功名利禄，甚至求方便。书顶讲求方便就变安那凊彩阁随便，对啊。迄当阵我的母子母孙，将请家师化作修道人，破坏正道。啊，真你甲看有无？自称我是母娘观世音，自称我是什么上师大师的，都是安那。哦，迄天我听一个讲师伫咧讲，有钱的吼，穿好了，互你食；无钱的，叫你回去食家己的。
是不是？用法师做这拢安尼，对无？有钱啊，穿好了，提来给你吃；无钱的，就丢恁去食家己的。啊，若像咱遮道场有真侪去，真侪道场，规个拢啊十几万、二三十万。啊，若无钱，唔多，无多通好求呢。哦，哎，上天降道，唔多要来度好业人尔呢吼。是不是啊？这个全世界是好业人较济，还是艰苦人较济？反正上天都无慈悲嘛，是不是？对不？上天无慈悲嘛，拢咧度好业人尔。老母娘敢唔知艰苦人较济？应该知啦吼。啊，灾太拢咧度好业人尔。这就是魔，各位清楚无？是不是魔？这就是阿修罗讲的，伊的魔主魔尊将穿袈裟化作修道人来毁坏净土，安尼毁坏净土无？哦，这个道场来拜母娘的，阿拜来去用骗一家，去啊，就是恁来拜啥拜母娘？哦，我再个想看卖，现在你个问真个讲，我再叫母娘真讲骗作济去尔，是不是啊？听到母娘两字都惊死啊！会啊未？会。恁毁坏净土无？有啊未？啊，你看，这道是不是叫这神通灭众生害死？是不？伊说真理分未清，神魔是道分未清，所以书定讲的，唔是有神通就表示你是道。神通若无正知正见，这拢要修心啊，要修心啊，了解不？尤其那都无正知正见都惨啊！都搁提前来讲，啊，搁来金额愈大，敢那袂输我今日收了足大，所以计数就较悬。即咱都还搁愈小心嘛，是不是啊？阿边，所以释迦佛伊讲，第一涅槃了会经过五个时期，尤其是第四个时期。就是众生拢起妙呢，未享受。这个时期，不就是在咱即马莲华三昧进前迄段？你甲看偌济人拢伫咧起妙拜拜，未享受用。迄段了后，先你看真济正法都没落去，都没落去，是毋是？所以多降在加修。你甲看真偌济自称出家人，自称足有修行的人，拢是安怎咧接受供养利益？有咧传道无？有影无？如果若是有用心传道，咱来讲佛教导就好。难道2500年前恁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就是弥勒净土，恁真的好入弥勒净土，那安尼是释迦牟尼佛有问题，还是真的佛教徒有问题？你敢会当给我一个答案？你敢会当给我一个答案？啊，你自称佛教徒来诽谤你的宗师？还是你这个佛教的教主，这样也好像没什么对，是不是？今天佛教的传统不就是释迦牟尼留下来吗？是不是？现在佛教徒所有的修行，敢不是都依归释迦牟尼佛的法来在修吗？敢不是？这样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明明就跟我们说，他涅槃第五个五百年，就是2500年后，不过就是弥勒净土时代来临，为什么？伊会来甲讲，弥勒净土是伫欲界天的小乘法里面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就是宗教利益，各位了解哦。三教拢已经安尼公认，弥勒净土的来临。释迦佛在内底真济经典嘛，真济。释迦佛本身是无写经典。拢是伊学生写出，所以伊有一寡较有良心的学生，
拢会甲历史上讲到的一寡真实的物件写出，包括这件他拄仔所讲，释迦的曾经讲，伊第一个弥勒佛要来世间显道时阵，曾经在染定的头前，染定请一支龙头怪插在弥勒祖师的头前，甲伊讲龙头怪若开花的时阵，就是你爱下凡的时阵。什么时阵？弥勒祖师来问释迦，伊讲爱查起，你都爱大乘类。释迦讲无唔得，我大乘类。但是对我落凡间第五个五百年后就换你啊！第五个五百年都要偌济？不都是足真实的一个属性吗？是不是？一贯都是儒教。伊嘛讲弥勒祖师掌天盘，伊嘛是。顺应天命啊！要伫金庙定位经嘛，甲因讲，要伫金庙下凡人间的时阵，将大开龙华圣言，这嘛是顺应天命，敢毋是？是吧？即嘛真侪灵山道场拢伫咧行龙华会，你敢问什么叫龙华会？讲袂出。啊，阮就去啊，会啊，会灵啊，对吧？去啊，去到一间大庙，加咧奉神啊！哦，去啊，奉堂的时阵，你看烧酒嘛，啉酒嘛，播烧麦嘛，足大声，有奉到神无？有啊无？那奉到神阁安尼？哦，即安尼就，即修道就真好修安尼吼，敢毋是啊？哦，奉堂的叫叫播，酒叫啉。是不是财色酒气拢照来，什么都无干？安尼讲，我奉着神啊！各位，您敢相信？最近有下低下减无？大家嘛跳个足爽的，跳个真欢喜的，是不是啊？啊，若爱跳舞，我感觉去舞厅跳舞嘛，我讲我就纯粹去跳舞，是不是啊？你跳那有什么意义啊？对吧？既然是道，就要有道的真理；既然是道，就要有道的这个行为；既然是道，就要有净土，要有法门，要有道通，都袂使无净土、无法门、无道通，这都不对。各位了解哦，所以今天修行当。要修功修德，拢爱注意，爱体用。体就是爱自性，爱有觉；用就是爱有自性，爱有智慧，会去实践利益众生的这个任务。啊、有智慧无？还是恁传昭灵山安尼有智慧无？你若听书讲完，恁即马知影才传昭灵山无智慧，就爱小心啊！是不是？啊，人讲啊，灵感要带你去赵灵山，你买无？那买就换你无地位。师傅当下跟你讲，是不是？你无听了师傅讲了算了，师傅因讲遐济个，你还阁听袂入呢？那表示你心中迄个迷还阁无破，有破还无破？无。无破，安尼时阵。修行这条路，别人咧成就，你永远咧对路。安尼可惜无？新人讲这个道统真清楚，新人讲的三宝伫遮，和众生应证，而这个殊胜历历在前，殊殊在前，拢是实殊实实殊实的。绝对无甲一支这个视频是伪造，历历在前，甚至有真侪还阁无上视频，哦，因为拄啊唔知会临时发生迄个状况，做无到嘛真侪，是毋是？但是第一，咱圣人讲任何一个道场服务的众，即个众弟子，只要迄天你若有来，你拢看有到，见证有到。如果咱的三宝已经真有心、真有心得、真有实证、
这么殊胜了，咱这个脉啊，搁唔敢放开来，甲伊好好爱来修这个三宝，安尼真正都有够可惜，是不是啊？那么这在释迦佛的第时代，这种地主有无？有。你看释迦佛在世的时阵，伊的地主嘛，真侪中途退转。阿难尊者嘛问释迦佛讲：为什么世尊你的法因缘这么殊胜？为何还有这皈依的罗汉来退转呢？释迦佛讲啊，伊讲来，我用一块镜给你看。伊讲这个人啊，定世拢妨害人修道做好事，所以即世要修行修行佛法，中途有阻碍。因为过去伊共妨害着遐人，真拢会伫边个西龙，西龙甲伊退转。哇！阿难尊者看了这面，哪有听到人咧西龙，拢紧收转来。哦，原来这就是定世我的冤亲债主，是不是啊？阿伯，你都这样小心哦。甲费用，我定时甲你破坏你修道，我真甲你忏悔，我会认真修甲你费用，看你会当对我的圣人讲求道无？那安尼更加好，是不是啊？啊，阿难尊者看到释迦佛现在这段，非常的惊吓，非常的惊吓。原来咱这些修行甲半途，会来遇到阻碍。你看咱途中遇到阻碍有济无？两个小刀都唔来啊！啊，你定时你搞不好你就是得失意，安尼伊只即时换伊家报道转来，是唔是啊？即唔能你唔能无相信师父这句话，搞不好你定时就是破坏修行，即时换伊要来破坏你。哦，啊，你听师父讲这句，阿伯来拄到这边啦，忍辱，修忍辱，了解无？要哪忍？要有宽恕的心，你就忍袂落去啊！卖计较，你计较你就忍袂落去。不然听这口你知影，哦，这个怎么拢在咧搞重伤？搞不好定势我就是讲妨害人成就的人。这是吼，用话伊要来妨害我修行，师父可能开始接待那个回向，对啊，啊要那个回向，你莫即马这口听讲，师父讲你是我完全借助，所以我跟你回向，慢慢咧讲咧，安尼讲伊足生气的呢，是不是啊？对吧？那在学什么？爱学弥勒的大度与包容，学弥勒的一笑解千苦。弥勒祖师的微笑能够使众生怎么样解千忧苦，对不对？弥勒的大度就是能包容天下。所以弥勒为什么会选这个相？大度能容，微笑解苦难呐、啊，是吧？所以咱学弥勒都好无？好，学到弥勒的大度能容，而学到弥勒微笑解千苦，有修行啊无？你看过去的菩萨拢无参像弥勒祖师很修行，足济菩萨那不是油头革面的目睭开开，拢唔敢看到众生，是不是啊？为什么呢？众生难度啊，目睭开三分给恁看。看会使的才奇怪，所以过去菩萨你也看拢度一两个圣道呢。你看超自智来这个世间，干那度七真圣道呢，了伊就走啊，唔敢阁度嘞。如同兵家修两个道地了，唔敢阁修啊，众生难度。干那弥勒祖师方便门大开方便，众生济度。你家看弥勒祖师有慈悲无？释迦佛在世，你看不为汝行剃度，伊的度的众生嘛是有限。有有限无？自古至今，干那弥勒祖师的道，真正是乾坤济度，众生的福气。弥勒祖师的弘祖大愿，使乾坤能得道。在弥勒祖师进前，无一尊圣贤道有法度做到呢。咱以最近代2500年前释迦牟尼来讲，就好。所以，唔是诽谤的，即个人当去求证。
失调在世传道心，伊无为柳种剃头。简单讲，就是无为柳种受记啊。你来当去听经文法，但是伊绝对唔甲你剃刀，因为伊讲迄当阵的柳种的罪业加南种五百劫。简单讲，就是讲恁业种作动无资格通去受用。安尼恁听，迄当阵恁也无资格通去受用。证明了祖师龙头怪开，你要看乾坤制度。这个龙头怪是认定佛差点面的祖师，伊讲龙头怪若开花的时阵，就是三劫八劫来临。释迦佛时代将过去，六祖慧能在六祖大经正讲出一句：释迦将处绝中方，儒家定我正法通。三劫八劫修因时。正心心理合中央，就甲咱讲，三劫八劫若来临，明日祖师龙头怪开花的时阵，佛教惊就佛法，佛教即将走向末法。简单讲，就是改朝换代，刀盘转局，是毋是？所以这刀盘转局，你甲看，对真济佛教这个大师。嘛是拢承认，这个道盘是有咧转的，唔是一成不变的。六祖是一个真有名禅宗大师，而且伊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伊敢有可能来讲出一句来自相佛教的这个道统的话语，绝对无可能的。伊绝对是讲出伊对道的了解甲见解，来预知乎未来众生唔通行唔着路去，是毋是？六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伊知影在2500年后佛法将行入佛法。迄当尊名都是尊名的祖师，在上天龙头怪开花要来度众生，就是伊应时应运的时代来临，咱袂使瞒骗众生，爱让众生知影这个未来。释迦佛嘛，甲恁讲，伊涅槃2500年后，将是弥勒祖师来应运的时阵。这个是佛教的宗开宗教主，难道伊会自毁佛教吗？有可能无？无可能。无可能。但是伊是一个圣者大觉者，伊对天时应运嘛袂使瞒骗众生，敢毋是？因为佛祖曾经讲一句话啊，伊讲如果我若有一句妄言甲妄语，我应不成佛啊。我们释迦佛伊今仔已经成佛，所以伊绝对袂使有妄言甲妄语啊，是毋是？所以伊正伊到底伊活伊涅槃了是第五个500年，佛法将行入佛法。迄当阵将有一尊佛的主持，叫做弥勒祖师，会来这个凡间，伫天顶龙头怪开花，会来人间度众生。这是道统，这是道统。道真理真天命真，咱爱清楚阿免，爱阿免。所以咱来圣人讲求道，咱都爱求真啊。道在哪里啊？释迦牟尼佛讲正法隐藏不露文字，不就是跟你讲道藏玄关？儒教跟你讲啊，一所玄关不虚于你啊，对吧？大道成也，不就是跟你讲一所玄关？道教跟咱讲破关修一，嘛是咧跟伊讲一所玄关；道教讲集中观一，嘛是咧跟你讲一所玄关；佛教跟你讲不二，嘛是咧讲一所不二就是专一嘛，对不对？佛教用讲不二，不二就是要专注专一，就是没有二了，就是专一的意思。所以佛教讲不二就是专一，儒教讲集中观一，道教讲破圆修一，基督教讲啊，如果要去见耶稣，必须要怎样信耶稣？信耶稣者得永生，但必须要怎样受礼，对不对？耶稣背了十字架度众生，对不对？耶稣怎么样背了十字架？其实这是一个传说。真正含义就是讲，
十字架意思就是双眉之间，十字架。咱人的人体，干那这个玄关的所在，有十二道里，剩的拢总无，剩的拢总无，对吧？佛祖解讲，咱的原本一切功德，才有法度成就大道。各位道亲，这个功德的德，叫做两人，两人之间，两个人之间哪里？两人之间有一个十字路，那个十字路就在两个人之间的目，双目，双目。这个目呢，就是在讲在我们的双目之间，双目之间要怎样？要一心不乱，才能成就大德。嗯，这不是就是跟咱讲，这个道德就是叫咱来修行一心不乱，有啊无啊？所以要多会修，要多会修啊！高贤德坐于暗室道中贤观处呢，是不是啊？古早人吼，因为帝国时代有当时啊公开传道，拢会被杀头，所以拢用文字来祈祷啊，拢用暗示来祈祷。你啊看这个《白蛇传》，《白蛇传》是不是？《白蛇传》这个白蛇小会，对吧？最阴雷公是。属水，就是因为白蛇，这个是水火既济，是无？是水火既济无？上帝讲为什么脚打骨蛇？有人讲阿叔啊，上帝讲较早就是胎地的，啊七八个时，伊的肝变骨，肠啊变蛇，乱讲的后边啊，是不是？上帝讲，恁可以看上帝讲经，伊是一个太子啊。伊离开着伊这个太子无做的时阵，往山顶去修道，半路悟到观世音，化作一个欧巴桑在遐洗衫。伊甲问讲要救道，要去对去，伊甲报伫山顶去。伊讲你自然去也拄到明师甲你引导。所以上帝讲呢，在山顶底下坐足久，拢无法度去拄到迄个名师。一直到一天，太上老君发现在伊个面前，竖一支三台七千剑，叫伊斩掉，安那斩掉啥百万烦恼丝。所以真正上帝讲是善法，就是叫伊斩掉所有烦恼。脚踏骨蛇就是跟咱暗示，修道人骨属水，蛇属火，就是跟咱讲爱水火既济。爱在阴阳中修行，就是体甲阳。各位，阳就是咱人修道了时阵，咱的体一直往这个阳体一直行去。阴呢，代表咱的细胞。复活了七天了后，阵这个细胞就会死，再阁生出新的细胞。这个七属阴，啊，这死了这细胞要排出去无？哎，哎，阵就爱安那。古人讲要活就要动，对吼，就爱运动。运动，你正好就把这毒排出去。你看天地造物，就跟你讲体甲用，拢爱注意啊。是不是啊？伊讲在阴阳中修行，这个阴阳中就是讲体，就是跟你讲性；阳就是跟你讲明。在这个凡夫肉体，你若顾未好，你要哪修道？当我第一关道看一个点禅师，伊讲我三十几岁求道，老前人家讲叫我爱认真传道，我的身体正健康，所以我无眠无日的传道。经过十五年，我的脚连爬楼梯都未行。伊才体会到，慢慢去研究三宝，伊才知影讲修道人
爱在阴阳中修行。不要在阴阳修行，等求道了时，咱的自性爱修，但是这个体嘛爱顾，爱顾阿边。哎，你体无顾边的传道，是不是？所以体用爱平用无。所以修道人未当离开自然法啦，多工火体专在加修，这更加是阴阳中的修行，半性半凡的修，在加修就半凡，就是你要把凡事，凡事包括你的人际，包括你家庭的这个亲情，包括你的事业，这种叫做凡事。性事呢，求道了的时阵呢？嘛，爱好好修道行道，在这个半性半凡当中，要如何功德圆满？所以求道求法，未使无道无法。如果在家修，你若无道无法，你盲目修行，你将永入无间。因为上天正降道，阴阳审判，有修的上天称为阳，无修的。心盘落地个称为阴，叫做阴阳心盘，欲照分明。咱搁伫咧期待啥？咱拄着一个遮尼好的道，拄着一个遮尼好的这个法，拄着一个遮尼因缘殊胜的弥勒净土甲明师，咱爱破迷开悟，爱甲咱过去心中的迷失爱甲伊放下。走向正道，走向圣意，成就佛道的圣意。这念心若有转，你才有法成就；这念心若转未过，你无法成就。什么叫做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就是要转念开悟的意思，转念开悟，要转迷转迷失为清净。你开悟真理，这叫做回头是岸，爱转迷开悟的意思。所以咱学道者，不就是什么叫做转迷？就是把咱无好的习气、无好的这个念头、无好的这个正、这个低见，比如讲邪低邪见、不如法的物件，咱爱有智慧去给分别。不如法，咱都爱清楚，不可传。不好的行为不可行，是不是？咱对一切真理掌握不清楚的时阵，咱自然都未去还业，都未去还业。所以道功德，甲恁讲啊真清楚，爱有体有用，要如何在半生半凡当中阴阳来如何圆满这个功德？这个道理咱也捌，行这条路咱就清楚。圣人讲的三宝，这呢殊胜，三座皆道，已经在圣人讲显示，予咱诸位道亲见证，搁予恁亲眼所见。咱对这个道甲法，咱唔通怀疑。过来就是咱在道转开体，转在家修这个方向，咱爱了得。要如何去实践在家修？把这个道会当个破传出去，这都要靠大家念要正确。在圣人讲求道学道了时，这个迷要破掉，然后信心要够坚定，这条道路咱怎样来成就？啊，无咱只不过是落于形式的求道呢，无意义。安尼各位清楚无？所以今日讲的三宝心法，性命相修，体用地行。这点，咱一定要好好去甲伊研究，好好去甲了解。咱才知影求道，唔是得道，求道是向得道的路前进而已。所以求道后壁还佫修道、行道，过来才有法度得道。所以行到这条路上，咱就爱有智慧的精进，袂使用迷失的心态去精进，用迷失的心态去精进，
安尼你安怎行都行错路，白忙一场。安尼毋是真王秀，你来入圣人宫已经求正法、求正道，因为你个人都参详师头都讲的，释迦佛甲阿难尊者讲，为什么有真济罗汉中途退转？不都是你定势破坏人修行人，即世嘛拢伫你的身躯边，继续咧甲你扭三机尾，甲你扯后腿，是无？爱小心啊，面。哎，多爱有智慧，爱了解哦。好，请合掌。来，感恩现任上人五贵五妙天命，降道于圣人宫。感恩弥勒祖师弘慈大愿慈悲，普耀人伦。感恩贤圣师尊建立圣人宫，予咱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行，了愿成道。南无弥勒佛。